好，今天我们教风水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做一个，你们看到那个蓝色的纸哈，我们就好好的请佛光去我们的家照耀，佛光照耀全世界，照耀全世界，照耀娑婆世界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就没有这个缘分，就好像阳光有照到我们，我们提一把伞不让它照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等一下呢，我们讲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做一个大回向，请佛光来我们家。下来你们就看一看，你回到家的时候，你看看清楚，你整间家不会不见啦，但是你整间家感觉上呢特别不一样，真的是特别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感激我们这尊南方佛。西方佛很多人认识阿弥陀佛嘛，东方佛药师佛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认识毗卢遮那佛啊，每个人都认识。但是心很痛的是，南方世界保身佛却很少人认识啊。有些人也是很奇怪的，一听到南方保身佛就特别喜欢，想念，念了之后特别有感应，因为南方佛是让你的愿望成真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不一样，它是48愿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，它会让你成佛，它会来带你一起去西方修行。它的48愿全部都是去往极乐世界的。南方保身佛不一样，它是让你们生活，你想要怎么样找到工作，你求保身佛啊，它肯定让你可以啊。它是所有一切佛里面满足现代人的这个梦想的一尊佛。所以现在就应该要让大家认识南方世界俱得净土欢喜世界，它是，所以你要欢喜啊，你要养成习惯欢喜 ，happy， 快乐，开心，不要每次那个脸啊，要看了本头疼 要 happy 啊，大力笑啊，老公骂你，只干你咸，sorry 咯，这无味无素，sorry 啦，但就怕我唔知啦。原来笑也是错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啊，他说他的男朋友啊，每次跟他吵架，我说为什么你的五官那么好？他是睡觉啊，都是他这两边是上来的嘞，睡觉都是这样的，很美的嘞，他的笑容很美的嘞。可是有男朋友，没有男朋友我就追他了，笑容的。所以他说每次男朋友跟他吵架啊，都不想跟他讲，吵得很厉害，因为他都是这样的。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可以吗？我就是这样的脸吗？他脸就是这样，他睡觉也是这样的。哇，那个很大福报啊，但是他觉得很痛苦啊，因为这样子啊，有时候我们跟他说啊，你知道你做错了吗？笑什么？我没有笑啊，还说没笑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叶秉新神耶。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个大人物，他也是这样子的，一直这样的嘞，那个不讲是谁了，大家三鸡头名啊，都是一个有大福报的人。所以南方世界保身佛，我们念的那个叫佛说保身陀罗尼经，等一下呢我们念了七遍之后呢，我们就做一个大回向然后回家你们再看看你们家里面很多不顺的哈，今天念了过后还会不会这样但是很可惜啊，你们只能念你们家你不能念你爸爸妈妈的家，阿公三叔阿摩桥大巴油熬杠抓出杠领出杠，不可以啊，只能念自己而已然后把蓝色的纸交回给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8183验证嘛，8183的有没有来？有来，来坐在这里。
然后第一个先是吗？还有一个是吗？还有一个是4820。你看，我们会有给你验证码啊，坐在这边哈，我们会给你验证码的。然后呢，这样子你比较能专心听，我们也比较知道是谁。那个麦呢？那个什么麦叫什么？哦，可以开着那个麦啊、哦。如果有问题，你们可以问。好，8183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学啊、哦，因为今天只有六个，很容易学，很快啊。精进就偶怀掉。我们的助理啊，给我的建议啊，就是不要讲这个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这个哈、啊，讲久了哈、啊，每个人都会了，还有谁会看风水啊？这个就像医生一样啊，医生教人家怎么健康，对不对？不要教，为什么？教了之后，以后每个人健康，谁来担独身？这样就不对了。所以听了他们都懂。所以我希望说，以我的能力哈、啊，教你们，你们要好好的学，要好好的学，要记住，啊，记住啊。好，我们照他给我们的这个屋图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大门进来，这个是大门啊，这是大门。大门只要一进去，你们的家，大门只要一进去，有这个叫藏喉，啊，藏喉，喉咙的喉，藏喉，啊，那么在藏喉的地方是不可以放东西的，不可以乱放东西，啊，你可以做一个鞋架啦，干干净净的啦，在旁边可以，不可以放脚车啊，什么？我不知道嘞，还放花啊，啊，卡拉恰放两字啊，不可以这样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记住，如果我们做一个墙壁在这里，做一个墙壁在这里，它是不是进不去了？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玄关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玄关的。比如这个门如果是在这边，好，我们打个比方啦，这个大门如果在这边，那就没有啦，就没有玄关啦。所以藏喉必遇玄关啊，藏喉这个要学。有些人我的家不是这样的，你要学啊。因为过年过节有时候去朋友家的时候，你一走进去，哎，此乃藏喉之地，我得功啊，你很得功啊，福建人说得功啊，啊，有藏喉之地，前方必为玄关，哇，不得了、啊，这样的情况，前面就不可以有窗口，藏喉玄关，啊，前面还有窗口，那就叫穿堂煞。那个是很标准的窗台煞，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有很多、啊，哎，但是如果这里是门呢？这里是没有窗口，那么这边是窗口呢？那不叫穿堂煞，窗口啊，窗口就不叫穿堂煞，穿堂煞主什么？主泄财，你再有本事啊，你的银行户口就是那几点而已了。就穿堂煞，欠死欠活欠无镭啦，就是而且隆重修祥诶，姑卖笑比啊，13楼和12楼都是布拉德啦，一样的。但是穿堂煞也有山寨版的，就是上面是窗口，下面是墙壁，那穿什么鬼煞？没有穿堂煞，上面是窗口，下面是玻璃呀、啊，那是穿堂煞。那怎么画？下面玻璃粘玻璃纸就画了嘛，磨漏了、啊，还要买八卦，好老的大好歹，是吧？那楼这样就画了嘛。那么上面是玻璃，
下面是这个，上面是窗口，下面是墙，那大家知道不是了。上面是窗口，我是说门哦，门从这边进来，这个是窗口，下面是玻璃呢，是。但家里几楼？20楼，20楼还穿，没得穿啊，无通穿了啦。所以最低的，越低越糟糕。矮楼最惨的啦，所以矮楼的话呢，80%，矮楼的矮楼100%，矮楼之上50%，矮楼之上没有了，就没有这种堂煞的问题了，因为古代的风水没有 HDB。没有一层一层一层楼的，古代有七层楼就已经很奇怪了，所以啊，要记住。好，那什么叫矮楼？总楼多高？25以下叫矮。啊，总楼多高？50，25以上叫高。高呢？25到50。除二多少？大概35楼了哈 ，Max Fear 的啦，35楼啊。那35楼就是25楼的和50楼的一半，就35楼的话哈，那35楼就叫做高。35楼和50楼再除二，比如了哈，45楼那高了，上楼了。哦，那我住在50楼最好喽？非也。不是啊，50楼啊，要扣1楼，不要住在最顶楼。啊，那我现在就住在最顶楼呢，也不错，啊，很好，继续，没事，不要来了讲座之后差嘛，弟弟爱搬出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懂我不讲啊，啊，最糟糕的是住在2楼。二楼最高。我们不是有一个1楼的吗？1楼也是有人住的吗？1楼和2楼选一不选二，懂吗？我们情愿选1楼，都不选2楼。啊，那么有些2楼呢还有分，2楼前面是垃圾槽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垃圾槽真的是很干净的了，做到很干净，都在外面了。啊，都在外面了。好，那当然这个黑黑的，这不是窗口，只是这样趁这个机会教大家。啊，趁这个机会教大家。所以这个喉咙的地方，这个叫口，嘴巴啊，气口，这就是喉。啊，这就是玄关。啊，玄关如果有尖角，玄关这两个地方如果有尖角，或者一个尖角或者两个尖角都行，一个或者两个，那就不好，很容易有大暗。你们叫 thyroid 啊，大暗啊，就是这个喉咙特别大那种，还有啊口腔问题特别多啊，所以这边要注意磨圆。好，那么这里的灯光的颜色永远不能够跟这里的灯光的颜色相提并论啊，相提并论不可以。这里是很亮的，什么色？白色的灯光，这边就黄色比较好。进去的时候要黄一点啊，就是不要哇太 bright。最不好的宅是暗的，一进去就是暗的，那个是最不好的宅。但是比暗的宅更不好的，就是一进去就刺眼，光线刺眼，那个是凶中带凶。所以暗暗的是凶，凶中带凶的反而是亮到刺眼睛的，要刺眼睛啦，要刺眼睛。但是可以画啊，暗暗的呢，啊，我们用油漆、用灯光、用 cornice 来做给它亮，用 LED light 来做给它亮，
那么很暗很亮的呢，亮到刺眼的呢，油黑色啦，你整间油黑色，你看还会不会亮？那也很容易啦，还是这样子啊，不用担心啊，不要动不动听讲座听了底来播出啊，你快点洗了啊。好，那这边是窗口，照他给我们呐、啊，照你给我的这边窗口呢是向西北啊，这边西北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么。东南西北呢，我们分清楚东南西北，其实很容易分，很容易分。我们看楼下啊，大概在十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影子是在哪里？你们去楼下看，如果你的影子是这样子的，趴上这个地方的十点呢、啊，那影子所指的那个地方就是西嘛。四点呢、啊，三点四点呢、啊，趴向这个地方。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它的对面呢，就是东咯，它趴下去那个地方，那不是这个东边嘛？就是这边是太阳下山嘛？太阳下山三点四点五点这样一照，这边那个影子不是对这边照吗？就告诉你这边是东咯，肯定是准的，不会错的。但你不要那么笨，站在那边呐、啊，你看路灯就可以了嘛。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九点十点看风水呢？我不十二点看风水。标准的风水师绝对不在正午看风水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啊，标准的风水师，他可以在下午三点，但他也不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在早上呢，我们看罗盘啊，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出错，我们就以那个路灯这些来看，就能够很准确的知道断定。好，所以记住了，早上十点。我们站在我们家这个窗口楼下，对不对？为了标准一点嘛，早上十点，我们站在窗口，楼上是窗口，我们站在楼下，太阳在哪里？啊，不管，十点，影子在哪里？这里，影子在这边，那影子所指的地方就是西哦，很简单，影子所指哦，这边就是西哦。那么我们的脸呢？我们的脸呢，就对着那个西。我们的脸就对着那个西，放心，影子不会跑的。啊 ，common sense 啊，这样子，后面就是东啦，对不对？顺时钟怎么走？时钟是怎么走的？东、南、西、北，顺时钟你就知道东南西北。因为很多人，什么上东下西，左东右南啊，右南小北啊，哇乱啊，不用啦，就顺时钟啦，你找到西。后面就是东，东顺时钟就是南了嘛，就金刚丹了呀。好，所以东南西北，那么可见这个地方是缺西了，啊，缺西，缺西。上一次我们有说过缺什么，在这里就不多说，啊，缺什么有代表什么的意思，缺什么又代表什么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跟它分成二十四山来做评论。照这边的资料显示呢，先生是西命啊，先生是西命，大门朝东南。很多风水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，有些不是，有些大多都是看书本来的，所以现在要做风水师只要多去书局走走啊，你就能做风水师了。那么如果要开刀动手术的话，你也去书局走走，多看几本动手术的，那你也可以自己动手术了，有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啊，没那么简单的，但是以大门为主啊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容易吗？大门像什么？东啊，东宅。大门像什么？西啊，西宅。哦呦，那就太简单了，这样就省略了什么，不用找座山。这个大门是气口，是关键的，就是我们的嘴巴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绑架电影的绑架，电视连续剧的绑架，